这是你当年的作业吧？写啥？还好，我现在写了作业啊。好，啊，刚我刚一弄完，因为你们看见，你们回去放一下，然后其实我刚刚做了一个仰卧起坐。对啊。啊，耶！这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做中文作业。好。嗯。对，那你们看之前。就是我中午之前，其实我已经做好多了，在课堂上，你们也知道。第三页，这个地方，那个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。嗯。然后这个地方，不是你们看这个地方。好。你们看这个地方。成温。对，这个地方就跟上就是那个前两页不一样。嗯。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哪里呢？就是这里看长，十昂长，对，长有两个字啊，是多音字，可以是这个长，也可以是这个长。哦，这个答案其实是这个。哦，知道了。答案其实这个，我看你们会不会念？对，你们会念，肯定会念。然后你们念一下，主要是念一下这些就是他们给你的词就行了。念一下给你的词。好，知道了。对，然后之后看你会，然后看你会不会那个什么意思？哦，看你念光会念还不行，要知道什么意思。对，好，现在这儿要写剩下的部分。剩下的部分是什么呢？你要先看这个，先看那个要求，就是要求。嗯哼，我问你们念吧，按课文内容填空。嗯，好。那课文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。OK， 是在课程。从想法上都在逗号，没错。这个可能是不一样的，那个课文的页数。对，每一句是一个课文。朝霞不出门，出哦，这个刚刚那个笔画不对。笔画不对是吧？不过没关系，你尽量这样一半写好就可以了。不出门。晚霞行千里，这些笔画都对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些笔画都对。笔画尽量掌握，要实在掌握不了的话，要先把这字记住。这里我不太确定。嗯。蚂蚁搬家。蛇过道这里有，因为蛇过道，大雨不着要来到。嗯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你想跟我解释解释。就是，如果你看见那个蛇在那个外面的话，就表示那个要，就是蛇过马路的话，就是或者过安静道，嗯，就表示要下雨了。嗯，蚂蚁搬家我看到过，对，经常看到，但是蛇过道我没看到过。燕子低飞，燕子低飞还有一个，对，我其实在这里有。我这里面我的笔记本记了好多词，记了好多词。这里还有个音，还有个这你跟大家说一下，这是你什么时候记的？一般来说，但是这里其实我有很大的失误。失误？对，那失误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应该分的，不然我还得一个一个找。分啥？对，就是分类。比如说我要弄那个，就我说这种反犬旁的字。反犬旁的字，就是一个反犬旁的字，在一页，然后二页是第九旁的字或者什么什么的。知道吗？当时你没分。对。这是你一两年以前那时候看电视的时候记的。对。好，后面分了是吗？这是天气。这是关于天气的。看，就是这里有天气。嗯，蚂蚁搬家的事儿。蚂蚁搬家。第二，天上没有乌云。天上没有乌云了。三，燕子低飞。嗯，这是什么熊出没？这是我爱看的熊出没集，这里有成语。哦，这一集是关于成语的。好。对，像霸气的霸。霸气的霸。和雪。和雪。对，还有和霜。霜。对。其实香，其实香还能组很多词呢。香。香可以组词。对，香可以变成响，可以变成霜。嗯。朝霞还挺多，对啊，朝霞对朝霞，朝霞对夕阳，这是很有的。嗯哼，
这下面是有点粗了。下面有点粗了，我给你塞一个。嗯，也不用了，这个写的比较舒服。这个羊有个 trick， 就有个地方，那个有个地方千万不能忘记，就是一般的时候，比如说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好好听，待会儿你说的这些都是经验。对，比如因为你们看。在写，比如说我在，比如说你在写兜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那个是不是就站着写的？然后就这边这个耳朵旁在这里，兜是吗？对，嗯、这个耳朵旁在右边，它在羊这边却就是左边，哎、写一张和还有音这个字也是一样的，这个在左边，对，音也在左边，嗯、羊也在左边，哦，兜是在右边，对，兜是不是左耳旁右耳旁？对，还有，就那个我先不讲了，没讲到。嗯，下集再讲，下集中午再讲那个你说的其他的事儿。对，夕阳，然后我多录几集英文，把你中文知识给小朋友讲一讲。对，然后我们这集就把我们就把四选了。这集我们就把那个四和五全写完，然后就到下一集了。嗯，看现在的快快乐，是叫背，这什么字？背诵。背诵，有时候我有的字我也不会。背诵就是背，就是背，就是背一下，就是 reciting。那个背诵，语，我知道这个是语。语。哦，语就是和的意思。对，语。是什么？积累，积累，对，对，什么叫积累？今天背一点，明天背一点，后天背一点，然后你就非常厉害了。对，背诵与积累。嗯。快快乐乐。那我知道我干什么？其实我也不写一遍，照写一遍。哦，照写一遍 ，OK。这个很容易，我就不讲了。我就会把这个快速做完，这个就只是再抄一遍。好，这没有 trick 吧？对，这个没有 trick。好。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是。好、哦。开开心心，开开心心。这好多点啊。嗯。高兴兴。记得高是有两个口的，而不是一个口。那、嗯、不要写那个写成这样，不要写成这样。嗯，知道了。不要写成那样。那你能不能写在线上面啊？不要写在线下面。对了。哇、哦，线有五点。对。是假的。没有三个点，下面是两个东西吧。是是非非，非的意思应该是不是吧？对，是就是表示 yes， 非就是 no， 加一块的是是非非就是。没没有有，那为什么不说没没有有呢？这是一个类似于那个俗语，它表示一个特别的意思。是是非非并不是 yes no， 而是说表示就是很多人就是老是吵来吵去，你说我不好，我说你不好，就是互相 blame 这种事儿。嗯，是是非非。你们可以在就是留言下面说，那个到底是什么？到底、那个、什么意思呢？不是，到底那个就是那个里里外外那个里到底什么笔画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好，如果你们知道的话，你们可以在下面写。里里外外，那就是我们问小朋友问题，就是里是什么笔画？对，我的留言下面写。给小朋友留的问题在这里。在这里。嗯，好。画画，花花绿绿，这就不是那个两个词和两个反义词了。嗯，花花绿绿，花花绿绿。就是说表示很多 color， 对，很多 color， 很多那个颜色。对，那把你东西写的花花绿绿的呀。我没有颜色呀。对，一般来说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词儿。对，也不算不好词儿。嗯。冷冷清清，这像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你不要不会写，你要知道哪个词什么意思。嗯。冷冷清清啥意思？嗯，
我不确定。就很冷清，但是很冷清吗？就是一点也不热闹。从一撇往右。OK。从上往下。对。哦对，还要上，还要上，上往下。好。规则，这是一个规则。这是规则，比如说像请，请看上面。对。中文写作规则在这儿。好。然后呢？这个清就像是这个清音对吧？先从左。然后之后把这三点水写了，反正在右当然是形容上，是上了，最上面就是这个，然后再先在这个，好，所以月是最后的地方 ，OK。但是比如说像青蛙的青就只能从上往下，因为没有右嘛，因为没有左，对，因为没有左的，冷冷清清，好，还有吗？这集视频就到这里。记得要点我上集视频的那三个按钮，点赞、关注、留言，拜拜。